小孩上学鸟事多，这样处理最上当。王同学把我小孩从司令台推下去，然后我就赶快再去找老师，老师就说哦，我已经协调他们没事了，已经没事。我说可是人家现在家长就很有事啊。后来我就是跟他出来约见面，真的就是会好一点点。我就说哎，那我包个小红包给你，那因为你都没有跟我收任何上当哎。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之俗语家务事》。